台西海口故事处是当地知名的艺术空间，也邀请到很多知名的艺术家来到台西展览。这次邀请到35位艺术家利用海洋废弃物来发挥创意，也特别配合龙年主题来表现，总共展出43件作品。主办单位也在假日的时候特别安排免费课程让民众参加，展期到3月24日，欢迎民众做回来欣赏。海标奇艺记赞，台西海口故事处是台西乡知名的艺术空间，也常常邀请很多知名的艺术家来到台西乡展览。海口故事处也在今年2月特别邀请35位艺术家来利用海洋废弃物创作，当中不只是配合龙年的主题来表现，也有海洋生活的创意作品，让这边的展览是充满活力，也把海洋废弃物回收再利用展现创意。我们这次办这个海漂奇艺季，咱是为各地邀请总共有35位艺术家，总共创作43件的作品出来。咱主要是用这个海边的一挂海漂物废弃物，就亲像浮球啦、茶头这方面来创作。咱今年创作的主题是配合这个新年到啊，这个龙年为主题来创作。这边不只是展出海洋废弃物相关的创作，海口故事处嘛，趁着展览的期间，每一个假日都会安排免费的手作课程，和大小朋友来参加。主办单位嘛，非常欢迎大家做伙来海口故事处欣赏艺术作品，享受手作的趣味。当然嘛，有其他的作品，就参像有的设计一挂手工啊、小卷这方面的物件，也爱这个螃蟹啊，嘛拢有吼。咱家即马为即日起一直到3月24日展览期间，咱每礼拜即个假日嘛拢有免费的 DIY 的活动，是即个折纸，欢迎各位前来海口故事屋参加活动。这边登记到3月24日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到店来欣赏35位艺术家创作的作品，也在假日时小少来到海口故事处游览，享受艺术之美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